家人们，我要来向各位求救了。这是一棵龙眼树，但是龙眼树上啊长了这个像菇类的东西。OK， 好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是呢，这边这个就有点奇怪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拉近一点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有长毛哎，而且会随风飘逸。你看，好奇怪。我们把它拉近一点，你看有没有它有毛？哦，就这样子。哇哦，随风飘逸了。哦，这边有，哦，这边也有，好奇怪的东西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有可能是很珍贵的东西哦，但是我不知道。知道了，家人们，欢迎在影片下方跟我讲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吧。